不是拍照。这是我自己的私人庄园，自己买下来的，就花了几亿亿的亿，对，没办法，有钱，你知道吗？没地方花。德月楼客，什么字？德月楼客栈。站那个是站的吗？对，客栈。欢迎来到我的私宅，请进。哇，看到羊，嗨，回复我了。煲仔饭，煲仔饭，一声煲仔。大明星，咋了？完了，我还是没出圈啊！看来，姐姐都不认识。微博什么的都有，给自己宣传，真的是。以后啊，出外景那种，你们身上后面都别一个闪亮的星辰。让不认识的人都能认识。哦，知道伞力怎么拼，羊是哪个羊，鼻是哪个鼻，琴是哪个琴，知道吗？刘大夫，哎呦，这么滑，慢点。走，越。我是闪电杨云晴，阿姨到时候可以去微博搜搜我，玩得开心啊！好，开心。好，营业完毕。喂，你拍着呢。长城，看到没？你说要走到那顶端要怎么走啊？我的天啊！就爬呀。长城不是很长吗？如果你真的是要从尾走到头，就从头走到尾要多久啊？北京人回答一下。不知道，没爬过，过去爬过吧？哪里？师傅，哎，这个长城从头走到尾要走几天啊？万里长城，万公里吗？对，万里长城。走一年都走不完，300公里，我们就可能要走个一个月。我从长营走到北澳要四个小时，那个时候那个是大概10公里左右，10公里4个小时，20公里8个小时，30公里12个小时，40公里。你不能直接乘十吗？怎么乘啊？不会、啊，你给我乘乘。10公里多少小时来着？4小时啊，那100公里就是40个小时。40个小时，1000公里就是400个小时，10000公里就是4000个小时。4000个小时除以24等于多少？我刚百度了一下，以前一人走了2年。走了2年，他怎么走啊？他吃什么？谢谢。来，导游，下一站去哪儿啊？下一站去山顶教堂。我们这个山顶教堂哈，就是在山顶哈，山顶上有个教堂哈。